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达人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所资缘，即如来真实意，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那么现在我们先讲这个中观庄严论释，中观庄严论释这个也就是叫做是这个鸡鸣论释，或者是这个菩提萨埵他所造的。然后这个中观庄严论释呢是全真门分人伯去住的。那么这部中观庄严论释传讲的方式呢，根据印度那难托斯的诸位班智达的这种传统来这个宣讲，也叫做是这个诸论无本啊，就是以诸论无本的方式来就是讲的，有水造的，然后为水而造，然后它的这个中观庄严的这个梵处，就是也就是说是这个属于什么样的梵处，全论的内容是什么，有什么样的必要，就是这几个问题呢，进行这个广说的时候。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是讲第一个问题，就是这部中观庄严论释到底是以什么样的这个身份的人，就是有什么样的这个身份的人呢，这个专注的就讲这个问题。那么这个呢，我们这个昨天已经讲了，就是所谓的这个菩提萨埵，也叫做是这个寂明论释。那么寂明论释呢，就是文殊根本序当中呢也有这个授记啊，就是也有这个授记，还有这个囊切经当中呢，就是也有这个授记。当然这个授记的话呢，就是只能说这位大德，就是不能说任何其他的这个大德，没有这个意思。我昨天也说说这个佛经的这个意义呢，就是有很多直接意义、间接意义，还有这个言外之意。这样的话呢，他这里有些呢就是间接这个授记的，有些呢就是直接授记的。直接授记的话呢，就是那么只有这个人就是才可以解释的，除此之外呢，就是给谁的不好解释。比如说像那个佛陀对龙梦菩萨的授记啊，或者是佛陀对这个无住菩萨的授记啊，这些的话呢，那么这个所有的朝代、年龄，然后事件、地点，全部都授记的非常清楚的啊，非常清楚的。但是有些大德的话呢，就是你也可以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解释，就是有可以解释的角度来讲，佛陀也是以间接的授记，也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昨天呢，就是前面已经讲了这个《囊切经》里面这个说授记的道理哈，然后同时呢，就是昨天也讲了这个门分仁波切这个前面的一些顶礼句啊，然后整个寂明论释在印度和藏地的一些这个为王啊，就这方面的情况给大家讲了一下。那我昨天讲考的时候呢，就是大家都是就有些地方呢，就是好像我们隔了一天应该是该辅导的已经辅导完了，该讲的已经讲完了，但有些人的话呢，就是有些比如说大德的这个名称啊，就是这些都是还没有动到，就是就这个当时那个藏地呢，就是派哪些人呢，就是到那个印度去，加那格玛扎，就是这个也是谁说不出来。然后呢，当时跟那个有些这个大的这种名称和有些整个历史呢，就是有些可能是这样的。我们这个修行人的话呢，很多人有些是特别重视那个修行，就是重视修行的人的时候呢，就不管是坎布坎姆也好，或者是这个其他的道友也好，就绝对是凡有一些修行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呢，马上记录下来，就是其他的有关这个历史啊，尤其是现在的一些这个状况、社会状况的话呢，就绝对一点也是绝对不重要，就是然后可能是没有这个在意，就是也许可能有这样的。但一般来讲，我们这个既要懂得这个修行的方法，又要懂得这个理论，就是它牵涉的方方面面的这些道理呢，还是这个精通，就是这一点就是非常有必要的。尤其是我像我们这次中观庄严论讲完了以后的话呢，希望你们也是应该就是，尤其是有一点智慧的人呢，不管是以后在什么样的道场和什么样的这个人群当中，让这个讲得出来，就是必须要到这个标准啊，就是必须要到这个标准。所以你要就是真的要让讲出来的话，那就是里面这个他中观庄严论呢，就是他这个他的历史背景啊，或者是他当时这个说出的范围啊，然后他那个牵涉的方方面面的一些道理呢，应该能会这个阐述。否则的话呢，你光是字面上读一遍也不算是什么讲中观庄严论。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大家还是应该这个值得重视。为什么是门分仁波切也是前面就是在这里就是没有这个直接宣讲这个论题，就是他宣讲呢就是有关这个一些这个什么就是他的生平见解啊，就是生平见解为什么在这里介绍呢，就原因就在这里。所以我们昨天前面呢已经讲了这个文论当中的一些内容，和还就是增加了一些其他的内容，都这些都已经讲完了。那么下面呢，就是讲这个《三摩地王经》当中，就是对这个菩提萨埵的这种授记啊，就是菩提萨埵的授记。那么《三摩地王经》当中也这样讲的：魔法作是菩萨用舍者，护持如来，教之次圣法，彼当悟则摩诃护正法，前往佛界教父于彼当。
他真理呢也是非常明显的，在他这个末法这个时代的时候呢，有一个叫做是菩萨勇士。菩萨勇士的话呢，就是其实是，他那个菩萨呢，也就是说是他的这个坚强的这种心。然后勇士的话呢，就是也是非常勇敢的。他菩萨勇士呢，实际上是就是菩提萨埵的意思，就是菩提萨埵呢，就是也叫做这个菩萨勇士。然后菩萨呢，就是菩提萨，就是菩提萨埵。然后这个菩提萨埵呢，就是他的简称是应该菩萨啊，就是菩提萨埵。然后这个勇士，勇士的话呢，就是前面也有那个就是梵文的这种意思。他这个护持和菩萨勇士这几个字呢，就是在这个《三摩地王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的。所以这个菩提萨埵为什么叫这个菩提萨埵呢？因为那个以前，这个菩提萨埵他的这个相续当中呢，就是完全这个成熟菩提心啊，就成熟菩提心，所以呢，就是人们都称之为是菩提萨埵，就是也有这样的历史记载。菩提萨埵这个说的原因就是这样的。菩提萨埵呢，就是他护持这个如来的这个殊胜教法。那么这些人就是刚才那个菩提萨埵，当这些人呢，就是在末法时代的时候，真实这个弘扬佛法。所以千万个佛陀呢，就是也把这个佛法呢，就是教护于这些人，就是他真理呢，并没有说是支持菩提萨埵一个人，就是他菩提萨埵为主的这些这个大道的话呢，就是全部这个所有的佛陀的教法呢，就是已经这个从一个广义的角度来讲的话呢，那么就是像那个宗喀巴大师啊，后来的真正的一些这个贵梵师、清教士，一些这个堪布上师的话呢，就是都是菩提萨埵的化身，就只是那个下面那个满分仁波切在下面我们这个介绍完毕之前的话呢，就是也有这种文字。所以说呢，这些这个佛陀的话呢，他未来的这些末法时代的所有的教法已经教护于这些人，就是教护于这些人的意思。可以明显的看出此经中已经完整的指出了摩诃萨埵拉卡达的全名，就是摩诃萨埵拉卡达，也叫做是这个机敏论士，用梵语来就是读如此，这个也就是如此，就是机敏论士吧，就是机敏论士，也叫做是我们这个菩提萨埵，就是菩提萨埵刚才这个菩萨勇士护持者吧，就是护持者。那么这个呢，就是用梵语来读的话，那就是应该是就是像刚才那个摩诃萨埵，就是大菩萨的意思，就是那么这个拉卡达，拉卡达的话呢，就是它这里有这个护持的意思，也可以解释呢，就是叫做这个威士呢护持，可能也下面也有解释。机敏论士的名词呢，就是用梵语来读如是啊，如是。而此主如如也同样度成了。摩法卓舍摩诃萨埵座，就是刚才那个摩法卓舍菩提勇士者。那么现在我们这个翻过来说是，就是摩法卓舍摩诃萨埵者，也比较容易理解。就是刚才那个，这个《三摩地王经》里面呢，就是菩提萨埵，也就是说这个机敏论士收集的非常清楚，应该说是非常清楚。所谓的拉卡，这也可以解释为是威神或者是护持啊，就是他这个护持阵法，就刚才那个上面解释的。因而通过此名词也是表达的意义。一同显露出来的。那么通过这样这个收集的意思，就通过他的这种词语呢，他所表达的这个意义呢，就非常明显。在末法时代的时候呢，这个菩提萨埵当这些高僧呢，就是唯一的弘扬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因为一句话也能引出直接意义、间接意义，还有呢这个言外之意当众多汉语，这就是佛语的特点。就是佛语呢有这样的特点，佛陀的这个语言为什么是非常深奥的？现在前百年以来就是有多少个这个历史学家或者是这个这些文学家呢，就根本没办法推翻这个佛陀的这些金刚语。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佛陀呢他有一些直接的语言，就是直接宣说的什么什么，然后当时他的这个语言当中呢有这个间接宣说了什么，还有呢就是言外之意。这样一来的话呢，那么不管是佛陀对我们的这个收集也好，或者呢就是佛陀对这个宣讲任何一个道理的话呢，就是它有很多很多的这些意义。因此我们呢也可以看出来，就是一般这个佛陀的语言和菩萨的语言、凡夫的语言呢，就是完全是不同的。我们这个凡夫的语言呢，就是开门见山的直就解释一部，或者是只能这个讲出一个道理，就除此以外呢，他的这个意思就已经这个罢了，就是没有什么了。就像看待一些这个写的小说一样的，他那个小说的意义呢，就是已经写完了以后就没有什么了。但是一般的少有一点智慧的一些文学家的话呢，那么他的一些里面的深深的含义呢，就是也有人这个进行解释的。但这个跟佛语这个相比较起来的话呢，就是那有非常大的差别。所以佛陀呢，他有一些这个直接意义和间接意义，还有这个言外之意。
这就是这个佛语的特点啊，就是佛语的特点。所以呢，我们这个每一次遇到一些校正吧，遇到一些校正的时候呢，你把这个意思已经解释了，但是凭你的这种解释来这样解释的也可以。但是还有不同众生的这个根基来这个解释也有。还有呢，就是它有它一些这个直接意义、间接意义也有，还有它一些这个隐含的意义也有。所以呢，我们这个有时候呢，就是佛经当中的任何一个校正呢，就是解释的时候呢，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方法，就这一点大家应该清楚。有些孤陋寡闻的人呢，认为是你自己那个解释的就完全是这样对的，除此以外再也没有解释的方法，这种这个说法我觉得也是非常不好的。所以呢，这个应该知道，就是我们以前这个讲一些其他论点的时候呢，马峰仁波切在中观庄严论舍里面说是佛陀的这个语言呢，三种这个解释方法，就是这个也经常提过，就是以前在别的地方经常提到的问题呢，就是现在我们正在学习的时候呢，已经这个遇到了他的这个真实的文字。就是极明论师通过他卓越的立证智慧，无误的抉择了以上两部经典的这个五格义趣，就是上面这个一个是楞伽经，一个是这个三摩地王经。这两个经典呢，就是因为是大乘的这个非常这个好的这个经典，就是所以这个极明论师呢，就是以他的这个卓越的智慧呢，完全已经抉择了上面这两部经典，进而开创了两大宗规啊，就是开创了这个两大宗规。一个呢，就是是这个就是宗观的这个一个宗派，还有呢，就是这个唯识的宗派。当然这两个结合起来，就是下面我们还要这个探索。由此可见呢，这两部经典中书籍的原因也在于此。为什么是这两部经典当中特意的这个书籍呢？就是因为这两部经典呢，就是极明论师来去这个弘扬，就是所以呢，这两部经典当中是特意的这个书籍的原因呢，也在这里。就是佛陀也是就是针对这样的这个谜语，就是在这两部经典当中特意的去这个书籍。这样的就是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超群智慧。下面呢，就是我们不是昨天论说的时候呢，就是极明论师呢，就是他一个方面是戒律清净和智慧这个超群，还有呢就是这个品德高尚，就是分三个方面来讲的。那么首先就是介绍那个极明论师的他的超群的智慧。关于众多经序中再三的收集，这位开宗注释独具特色的超群功德。就是那么很多经典和序部当中有这个一些这个授记，就是有是再三的授记。正如顾大德所说，就是顾大德也是说的，然后这个他的怎么讲呢，就是那个极明论师所造的中观庄严论的颂词的后面呢，就是也有这个话，就是极明论师以道道自宗他宗，也就是说自他而宗的波澜壮阔大海的彼岸，就是他自宗大宗的，就是无与这个什么这个无边无垠的这样的这种大河的这个彼岸呢，于圣者欲自在，圣者欲自在是指的是文殊菩萨澄清无垢的莲蕊树下以土定俗啊，就以土定俗，也就是说是这个文殊菩萨呢，就是亲自用这个智慧宝剑呢，就是与他这个以这个灌顶，就是开启这个智慧的花蕊。那么这个是在这个朱大德呢，就是在这个有关的一些教言当中呢也这样讲的。然后他后面的那个中观庄严论的宗词的后面呢，就是也这个有这个文字，那么意思呢，应该是当时的这个意思所假的呢，或者是这个他自己这个说的，就是都可以。所以呢，这个意思就是说，自宗和他宗，就是外道和这个自宗的所有的这个宗派呢，就是全部通达无碍，就是都已经到这个彼岸的。然后呢，在文殊菩萨面前呢，就是他的这个无垢纯净的莲蕊下，也就是说是这个文殊菩萨祖先呢，也是这个定代，就是亲自就是亲见文殊菩萨的意思。并且在以前确凿可考的历史史中也曾经看过有如是收集，也就是非常这个确凿可考的一些历史书籍当中呢，关于那个极明论师的有关这个历史呢，有这样的书籍。一般来是那个鸠能达拉呢他所造的那个印度佛教史啊，就是这个印度佛教史呢，就是印度的很多高僧大德呢在这个印度的一些状况呢，就是讲得非常清楚。所以说在藏地历史书当中呢非常有名的一部书，就是叫做是印度佛教史。所以这个所谓的印度佛教史呢，就是应该是鸠能达拉他塑造的，以前也是也有这个翻译汉文的，这个方便的时候你们也看一下。但是你们那个翻译者呢，他很多都是用梵语的那个词呢，就是自己照样质疑的，就这样。有些这个大德的名词呢，就是可能稍微难懂一点而已。这是那个也是比较确凿可靠的这个历史书。还有一个历史书呢，就是叫这个八谢，就是八谢，就是这个也叫做是那个三义寺相志啊，就是三义寺的相系的这个历史。这是那个一般是这个第八十
世纪中心吧，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做的。它的作者呢叫做是日萨囊啊，就是也叫做是那个瓦切耶吧，就是瓦切耶。因为那个他的这个作者跟那个是当时莲花生大师和国王之中的僧基敏伦寺，他们四位呢以前就是编成这个。四位那个就是捏种者吧，就是什么这个养鸡的、养猪的、这个母马的、养狗的，就是四位孩子。当时呢，就是他们这个建造尼泊尔的霞绒开修大套啊，这个时候呢，就是他们当时这个法院，就是始终在那法院，我将来呢，就是在这个佛教不信神的藏地呢，就是我就当这个法王，就是当那个国家的法王。然后莲花生大师呢，当时法院，我在那里的时候呢，就是如果有邪魔歪道强盛的时候呢，我以我的身边力呢，就是降服他们。然后那个菩提萨埵呢，当时法院那个这个我在那里呢，就是开创这个别解脱戒和这个中观众，然后呢以我的这种辩论智慧呢，就是以这个深布外道，就是当时那个瓦萨囊呢，就是他法院呢，我可能不一定有这个能力，就是当时你们有什么事情呢，我就开始那个做通讯员，就是你们之间有什么事情呢，我就发信，就是好好的跑，就是他是当时这样法院，就是后来这四位呢，就是确实是在这个当地这个枪红四起的时候呢，就是起到非常大的这个。也就是说是真正成了这个弘扬佛法的这个开创者。后来呢，就是瓦萨囊就是已经写了一个叫做《八谢》，就是《八谢》的话呢，当时也就是说是在这个乾隆时期的整个佛教的这个状况啊，就是整个藏地的一些政治状况啊，还有那个经济发展呢，当也有阐述了这些问题。然后还有呢，就是莲花生大师是怎么样引起的，光持众德正是当时怎么样这个弘扬佛法的，基敏伦寺呢当时怎么样这个持戒的，怎么样串戒的，然后那个三月寺呢就是如何修建的。整个这个这个三月寺的一些这个当时建筑的工程啊，还有就是一些当时的非常这个可靠的一些历史呢，就是讲得非常清楚。那么这个呢，现在那个历史学家这个根德群佩的话呢，就是也非常这个重视这部论点。而且呢，这个八谢就是那个三义相志的话呢，就是现在那个很多探索那个西藏历史的人的话呢，就是他们就觉得是这是非常这个好的一个智慧的结晶，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这个一部历史资料，对吧？那么仁波切呢，就是应该是。一方面是这个加纳达拉纳他的这种这个印度佛教史，还有呢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广传，还有呢就是应该这个刚才所说的八谢，就是所以这个门峰仁波切他曾经呢也看过一些这个比较这个怎么说呢，就是非常这个确凿可靠的就是这个历史书啊，这些历史书里面呢，就是关于那个基敏伦寺堪布的，就是他的这个书籍啊，就是他的这个有关在历史的一些历史的书籍呢，就是不是特别多，主要是在这个藏地和他们之间的当时的这个一些交流啊，当时跟这个尼泊尔的一些这个交流状况呢，就是讲的这个非常清楚的，尤其是在三月寺这个建修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状况吧，就是这些呢讲的非常清楚的。那么就这位阿什尼呢，就是他在这个身为就是印度东方就是撒霍尔啊，就是撒霍尔国王，就是昨天我讲的，就是现在呢就归宿于这个孟加拉国。原来法王去的时候是他们说是这是印度北方，但是应该是东北方吧，就是可能是在属于这个东北方，就是当时那个撒霍尔的那个地方呢，现在是属于是印度一个省，就是然后在这个省里面呢，就是当时那个就是也就是菩提萨埵的这个妹妹，就是曼达拉瓦，就是他曼达拉瓦呢，就是现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圣殿，就是现在在那个石头上呢，就是他这个留下来的树荫呢，就这些非常多的，还有那个撒霍尔国王呢，就是当时那个就是在那个。首先是对莲花生大师也是没有这个起心性，然后就把莲花生大师的这个身体呢，就是在这个火炕上就是准备焚烧，就是最后呢就是全部变成这个莲花的这个湖泊，就是那这个那就莲花海，就是所谓的这个莲花海呢，也是在现在印度北方的一个地方叫做是那个撒霍尔地方，就是现在也是有的，就是所以说这整个一带呢，现在也是属于这个印度的，也是属于这个孟加拉国的这个部分的。那么这里呢，就是当时那个这个基敏伦寺，也就是说是他。那个降僧的地方呢，就是在哪里？然后年增一和在南南都是说一切有薄的清教是执掌前出家为僧，就执掌伦寺，就执掌伦寺是自续培三大那个东方三大寺，就我们这个自续培呢，就是东方三大这个上师吧，就基敏伦寺、执掌寺、莲花界伦寺，所以我想应该是那个执掌寺，就是那个东方那个三大寺吧，就是东方三大那个中观自续培的三大伦寺，就非常有名的，在印度东方来讲是就是没有这个能比得上他们的智慧，所以当时呢，就是在那个南南。
安托斯就是在一气一顾的这个智藏伦寺面前呢就是出家为僧，发明呢就是摩诃萨埵，就这个有些呢就是说是摩诃萨埵让他的是当时的这个发明，有些呢就是他那个大乘的这个修行呢就是就圆满，尤其是菩提行呢就是就是修的这个非常圆满，就是所以叫做是菩提萨埵，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说法。从此之后精勤修学，对所有的民族全部通达无碍，就是所有的这个对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无名穴吧，就是所有的这些民族所有的穴位呢就是全部都通达无碍，成为那呢都是出类拔萃的清教师，支撑一切歪道辩论对手，就是当时那个印度呢因为那个歪道就是非常兴盛，就是每次都是这个遇到很多歪道的这个辩论，然后他呢就是完全的是胜负于所有的这个歪道的辩论对手。支持尊者不通凡响的智慧雄蛇，举孔相持运下民政天下，普遍整个大地，就是也就是说当时的这个他的名声就是整个这个就是铺天盖地，也可以说是在印度来讲的话呢就是是这个就是没有一个不知道的，就是所谓这个金明论是吧，就是当时是非常出名的。当时南方就是在印度南方呢有一位婆罗门，对于这个婆罗门吠陀等所有的外道典籍无所不知的认识，他初期的击败了那位道的全部辩论对手，结果谁也无法与之抗衡。这个时候此人心里也是是就是自己这个这样这个思愁，自己这样这个思愁道，现在应当前往就印度那难多斯，你增长清教是金明人是一败涂地，就是他像是我们现在我这个婆罗门的话呢就是对整个这个歪道和内道呢就是很多地方就是辩论，他当时确实是印度这个从很多历史上看的话呢就是当时这个印度歪道这个非常兴盛，而且呢他们经常也是是就是辩论，就是辩论的也非常厉害。不过现在呢就是尤其是到那个当地的话呢就是有些寺院里面可能有一些辩论的地方，在这个汉地和一些国外的话呢就是这方面不用害怕，他们对佛教一无所知，那到哪里去的话呢就是不害怕，因为他们对这个佛教教理呢一点都不懂，就是然后提出一些问题也是非常简单，从来没有自己去研究过的，这样的话呢就可能不像这个印度一样的，现在到一些那个有些什么博士啊，有些什么那个博士课啊，就是这些来这个给你提出问题啊，首先应该做好准备啊，这样的话呢最后这个问的问题特别简单，就是然后他想辩论的时候也是特别这个就有意识的，就所以说呢可能这个跟现在的这个时代就完全是不同的。当时的话呢就是有些这个婆罗门呢有些那个外道的话呢他们的这个智慧是非常这个敏锐的，所以说呢就是一般来讲的话呢就是从这个月称伦寺的辩论这个什么历史也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这个前几年吧就是学四百论的时候呢也是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当时那个僧天伦寺的这个智慧，但是他们都这个遇到这个外道，就是所以呢你这种清教师呢就是金明伦是一败涂地，就是有这样的这种妄想，就是这样一来就是我在这个普天之下就无与伦比的了，就是他自己这样这个有一种这个这样的妄想。然后当他经过一番旅途的劳顿呢，最后呢来到了金明伦寺的住处时，却不见尊者的踪影呢，只看见一尊宛如春景般闪闪发光的文殊菩萨的像，这个庄严端坐，就是在吉米伦寺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其他这个所谓的吉米伦寺呢，就是无踪无影，就是只有一个这个非常这个庄严的文殊菩萨的像。于是他租出去向别人大厅轮死的下落，没有向到人们都所清教寺呢就住在哪儿，就人们都说是你自己没有看见而已，就是应该这个住在哪里，就是刚刚他老人家住在里面呢，就是不应该在外面，他一般也不喜欢往外面跑，就是这个寂明轮上他应该是住在自己的这个屋子里面。此人只好再度的返回去那个就是看个究竟，结果呢就是发现尊者果然原地未动，他由不得大吃一惊，知道尊者呢已经这个获得了殊胜本尊的这种洗涤，就是他知道是这个他跟这个文殊菩萨呢就是无二无别的，所以他现在呢就是一向这个可能跟他辩论的话那就是没有什么余地了，没有什么把握了，就是原来他很远的地方所向的这个事情跟现在到了这个跟前以后呢就是完全是不相通的，然后谁也就是不可能再辩得胜他，就是对他这个生起极大的信心，于是全然放弃了辩论的念头，就对这个寂明论是生起了很大的。本来你看刚才那个外道也是实际上是在印度整个南方的话呢就是非常有名的，而且他的这个想法的话呢也整个铺天下是唯一这个他来就是疏忽，就是有这样的这个想法，但最后呢就是通过这个寂明论寺的他的一众这个威力，就是完全的就是已经这个大悲了，恭恭敬敬的
顶戴其足下皈依佛门呢？诸如此类尊者智慧超群的事迹，实在是与无有伦与之相提并论的。他的一些真正超群的这种智慧吧，就是在我们这个现在一般人来讲是也是指着没有办法比的。那么这一点呢，我们到时候可以下面那个就是江苏这个中观庄严的这个轮体的时候呢，就是也完全能知道，就是他的一些这种推证方法吧，就是任何人的就是没办法就是推翻的一些道理呢，就是讲得非常清楚。这是那个在印度，就是印度的这些状况呢，主要是这个一些印度的这个佛教历史书里面呢，就是讲得比较多的。然后刚才那个这个三义相知，也就是说是那个八谢，就是八谢书里面的话呢，主要是这个藏地的状况描写得比较清楚的。当尊者呢到达藏地的时候呢，也曾经胸有成竹的勤恳承认过自己的智慧。就是他到了这个藏地的时候很有把握的，就是他承认过自己的智慧。他对过往自宗德尊是这样说的：假使佛教内部或者是其他外道有遂向寻找较量的对说，那么在神通方面可以说整个南瞻部族没有比莲花生大师更胜一筹的呢，非他莫属。因此呢，就是可以让那些人呢，就是与他一决胜负。就是在神通方面千万不要给介绍到我这边，不然的话那我就没办法。就是徐明伦是说，如果这个有些人是真的要从神通方面就是像那个较量就是相比的话，那就是你应该就是带到那个莲花生大师那里去，就是千万不要带到这边来，一定要让莲花生大师来这个比。因为莲花生大师整个南瞻部族来讲是确实是这个不管是人与非人，就是在哪一个众生面前就是显示他的这个身边威力的话，那就是没有一个比他的。所以呢你应该那个就是让这些人呢就是与莲花生大师这个比较。然后在隐秘方面，如果有一些人呢，莲花生大师他可能一直讲一些那个以神通来这个相法，然后真的有一些隐秘的话呢，就是莲花生大师把这个隐秘释量论的推理方面的话呢，不知道怎么样，就是我也不太清楚。但是你一定要让他那个带到我这边来的话呢，隐秘方面我不怕害怕的。他这样说的：在隐秘这个辩论的方面呢，如果与我城墙设简仪式告敌，恐怕当今天下再没有比我更擅长的呢。就是他这也是非常有把握的，就是估计这样子在整个这个天底下的话呢，就是现在从移民上面真正与我相辩论的话呢，就是整个现在这天下的话呢，就是恐怕是再没有以前山师如意宝也是他在年轻的时候呢，也是他老人家这样相过说的。他的尤其是在这个失去求学的时候，有时候呢就是觉得是自己的这个辩才，有时候自己对这个移民的一些道理的话呢，当时山师如意宝也是就是像我这一方面何来山师说是当时可能是也是比较年轻的原因，但一方面呢，就是当时法王说我这个非常这个聪明的，就是当时觉得是确实在这个天下像我这样的这个智慧有没有啊，就是有时候都是尽是这样想过说的。所以当时金明伦斯也是到了这个藏地的时候呢，就是也非常有把握的，就是说是如果这个有一些外道和内道就是辩论的话，那就是应该到我这里来，然后就是我可以就是你胜一切辩论对手，使他们一一归于佛门，就是让过往你呢就是应该这个如愿以偿的。就是当时这个藏地呢，一方面是可能这个对移民啊对推理啦、就像不一定非常懂，因为那个佛教就是没有这个信神的地方，其他的一些逻辑推理的这种思维这种智慧呢也是比较这个少的，就是所以说是当地有没有这样的不太清楚的。但是当时呢就是在国王面前也是非常坚定的，就是这个说了自己的这种超越智慧吧，就是金明伦是这样说的：这位大阿僧，你开创了纵观瑜伽新派的这种宗规啊，就是纵观这个瑜伽新派。因为瑜伽新派的话呢，就是他这里这个一般是纵观这个也是抉择这个纵观，就是也同时呢就是抉择这个外境为心，就是外境呢就是一切这个为心，就是以这个道理呢，就是现在我们那个生意的时候呢，就是也按照那个中观这个自虚派的观点来进行阐述。然后这个抉择明眼谛的时候呢，就是完全是以唯识派。现在很多的这个汉地的一些论师的话呢，就是认为是这个唯识是就是至高无上的这个法门。藏地的很多论师呢，就是认为是什么，就是现在的这个宗观呢，就是至高无上的这个法门，就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像这两个结合起来的这样的宗派呢，就是到目前为止就是很多人是非常这个罕见，也就是说是对这些这道理呢，就是可以说一无所知的。但如果我们把宗观这样的学得非常好的话呢，应该这个唯识综合然后这个
总管仲这两个呢，就是合而为一，也就是说是这个圆融无为的这个观点呢，就是应该是就是会通达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现在学习总管仲的人呢，就非常非常有必要，就是那么这个为师有为师的他的这个特点，但是这个呢，应该在从明眼的角度来就是显出他的这个特色。然后这个总管呢，就是总管有他的这个特色，这个应该借着这个深一点的角度来宣讲。所以呢，这个阿舍利，也就是说是这个金明伦师呢，他开创那个总管瑜伽派啊，就是瑜伽派，在诸位班智达当中也是犹如神床之宝顶般昭彰显著，殊具异者，就是他所有的这个班智达当中也是，就像我们这个神床上面的最高的就是他的这个宝顶，就是那么当时也是在印度这个东方和南方呢，有无数的这个班智达，无数的这些班智达当中也是所谓的这个金明菩萨呢，就是也是非常这个有名的。这以上呢这是针对智慧超群的事迹做了简明扼要的阐述啊，就是叙述。然后下面呢就是将这个也继续这个讲金明伦师呢，就是如何这个开创宗派啊，就开创宗派。所以我们那天讲什么宗观根本会论的时候也讲过，就是所谓的这个开创，所谓这个当一个创始人的话呢，就是并不是很容易的。那么金明伦师呢，就是他成为这个总管瑜伽派的这个创始人，总管瑜伽派的这个开创祖师。那么这个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下面也有一些道理就是进行阐述。而结成胡子的这位开宗祖师之众的大德也是为是不凡气数的，就也就是说胡子这个这位金明伦师的之众的这样的大德的话呢，就是对印度而言，对藏地而言来讲也是非常多的。就拿印度的圣地来讲啊，有狮子县人士啊，就狮子县呢，就是一般是我们这个现在相关庄严人的那个谜语要解释的话呢，在印度来讲，这个狮子县和街头部，就是街头部，就是他们两个呢，街头军也可以说，街头部也可以说。那么他们两位呢，就是这个最有名的，比如说我们这个现在学院每年那个讲这个相关庄严人的话呢，相关庄严人的松泽和狮子县的那个民俗呢，这个是为主的，就是所以说主要宣讲弥勒菩萨的这个相关传论的谜语方面，在印度的无数的大德当中，也是狮子县是最有名的。他也是所觉得的，就是中观般若波罗蜜多的这个汉译，所以他也是这个书持金明伦师的这个观点者。还有这个噶玛拉西拉啊，就噶玛拉西拉呢，我们平时所谓的这个莲花界，就是莲花界这个伦师，就是后来这个国王之中的僧，也是迎亲噶玛拉西拉到藏地，到藏地以后呢，就汉地的这个什么这个摩诃衍那个大和尚，就是然后呢进行辩论，就是后来呢就是摩诃衍呢就是有点这个失败了，就是然后就是就是跑到什么什么地方去了，就是然后那个一记这个法有伦师等等，就是在印度来讲也是这些人。另外在诸班智达当中也是大有人在，比如说这个佛子啊、僧伽陀俊啊、狮子贤啊，这些从那个就是班智达方面讲的。还有那阿巴雅嘎拉，他有那个如种人的注释吧，就是以前我们讲如种人的时候呢，经常提他的这个名字，就是他在那个就是端出两种障碍方面呢，也有一些特别的这个观点，就是这个阿巴雅嘎拉和狮子贤也唯一的具足般若正见。就是他们也是，意思是刚才跟那个金明伦师所具足的般若正见没有什么差别的，就是他们也是跟这个金明伦师的观点是相同的。虽说是金明伦师之前已经有僧伽陀等秉持瑜伽行总观的这个个别伦师，因为那个刚才那个僧伽陀俊吧，就是也就是说是这个伽陀俊，就是伽陀部伦师。伽陀部伦师的话呢，实际上是从年代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当时金明伦师就是以前啊，就是金明伦师以前，然后当时僧伽陀俊呢，就是他把这个总观瑜伽部的这种观点呢也有这个介绍的，但是也不说是这个真正的开创者。为什么不叫开创者呢？所谓的这个开创者呢，也就是说他通过这个确证可靠的一些例证呢，就是进行破斥对方的这个观点，然后有各种校正例证呢建立自己的宗派，就是这个呢就真正的这个开创者。那么刚才这个杰多君他们的话呢，也实际上虽然已经接触过这个中观波罗蜜多的这种这个教义呢，就是以瑜伽派的这个，也就是说以唯识宗的角度来进行接触过，但是呢这个不叫是这个开创者，就是虽然在他前面呢也有一些像这个杰多波当这个僧伽陀他们就是也这个兴起了这个中观这个瑜伽宗的这种观点，然而真正的建立切合外境不存在的唯识法理之总管总规呢，就开创者是就是我们的这个金明伦师啊，就真正的这个开创者就是这个金明伦师。
关于这一点，是诸位大德智者也是异口同声是认可的，就是不管是印度还是藏地呢，就是真正的这个开创者呢，他们都并没有认为是这个解脱军，就是应该是这个就认为呢，就是是机敏人士，就是诸大德的这个历史当中也是有的。然后而凭据例证也完全可以成立的，通过我们的这个例证智慧的话呢，当时我们可以这个学中观庄严论的松子的时候呢，也通过我们的例证智慧呢，也可以能成立这一点的。为什么呢？因为唯一的这个机敏人士呢，他有这个非常丰富的这个教理来建立自宗，驳斥这个他宗，就是有这个观点。而那个解脱军呢，虽然在那个他的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这个相关庄严论的一些著述当中呢，就是将是讲了一些歪经这个是这个不存在的道理，但是呢，他并没有以丰富的这个教理来就进行论证过。所以说呢，他不叫这个开创者的原因，就是我们这个这两部论点，就是这两部论点呢进行比较，然后呢，通过自己的例证智慧呢进行观察的话呢，也很容易看得出来，就是轻而易举的看得出来，我所谓的真正的这个开创者，瑜伽中观的真正的开创者呢，就是是机敏伦次，就这一点就是很容易看得出来的，通过例证也可以证明。再通过阅读印度诸论舍所著的这些论点，也可以了解像释智贤呢、解脱君呢，然后他们的这个所著的这些论点当中，我们就进行阅读的话呢，也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他们的这个般若著述的话呢，现在那个可能韩愈不一定有的，但是那个藏文呢就是比较多的。然后我们这个阅读纵观庄严论，然后呢有阅读什么呢？就是阅读这个这些圣解脱君他们所造的这些论点的话呢，就完全能可以看得出来，所谓的这个开辟注释呢，应该是这个机敏论舍，并不是是这个解脱君。所以摩诃仁波切在这里呢，他就特别的这个说明的原因就在这里。他这里说的是什么？龙猛四徒，龙猛四徒的话呢，龙树菩萨和还有那个这个神田伦士。但神田伦士呢，就是不叫真正的这个就开创者啊，就是开创者。然后真正的这个开创者呢，就是这个龙母菩萨，就是我们这个前一段时间也是讲了，就是什么叫做这个开创者。开创者的话呢，它这里面就是有开创者，也可以说是，或者呢就是是这个就是开创的这个鼻祖也可以说，或者呢就是创始人也可以说，或者是开创注释。但这几个呢就是意思都是一样的。真正在佛教的这个历史上呢，就是成为一个开创者或者是成为一个创始人的话呢，那么这个并不是很简单。以前那个国人吧，就是他的一些中观论述当中呢，所谓的这个开创者呢，就是具有几种条件，就是第一个条件的话呢，就是说他一定要就是见到这个真谛啊，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们讲这个中观的时候也是讲过，就是他必须要这个见到这个一切万法的这个真谛，就是也就是说是我们这个见到真正的法性，并不是中相而见到的，先量而见到这个法界性，就是如果中相而见到的话呢，他没有这个开创的能力，就是他是大概的这个知道的，所以没有这个开创的能力。第一个条件呢，必须要这个见到什么呢？就是见到一些那个法性这个真谛，就是这是第一个条件。然后第二个条件的话呢，就是佛陀的这个密语呢，就是凭借自己的智慧力完全让这个解释啊，就是佛陀的这个密语呢，就是凭借这个自己的这个智慧呢，就是完全让这个解释啊，就这两个条件呢，就是必须这个具足的，就必须具足的。但以前那个格鲁派的一些道德呢，就是他们的有些书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开创呢，就是需要具有三个条件，就是刚才第一个是让先见这个真谛，就是第一个条件肯定要具足的。第二个条件就是凭借自己的智慧能力呢，完全能开显那个佛陀的这个究竟密语，就是这个呢也应该同样的。再加上一个佛陀呢，就是在有关鸟语的经部当中呢，就是亲自授记啊，就是有得这个书记，这种这个说法就是要加上这一条，就是有这么说法。但是按真正这样说的话呢，就是可能后来的有些比如说那个像那个月称论是中观云称派的这个开创者云称论是啊，然后资续派的这个开创者钦点论是啊，他们的话呢就是并不是佛经当中是明显的这个收集，就是所以呢像龙梦菩萨和无著菩萨的话呢，就是可以说是那个他们的这个开创者可以说佛陀也有收集的。但是这样的话呢，一般我们尼玛巴的有些那个教研书里面的话呢，就是只是这个承认就是前面两个条件呢就是必须具足的，然后后面的这些条件呢不一定要具足啊，就不一定要具足，有这样的这个说法，就是这样的这个说法。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现在呢，就是应该知道，就是在中观这个宗的宗观的这个创始人开创者呢，就是龙母菩萨。然后他的观点进行弘扬的话呢，这就是这个神田菩萨。然后唯识宗的这个开创者呢，就是无著菩萨啊，就是无著菩萨。然后他的这个观点继续弘扬的话呢，就是释净当这个伦舍，就这样讲。中观云称派的这个开创者呢，应该说是这个月称伦舍。中观慈禧派的开创者呢，就是这个钦点伦舍。
然后纵观这个瑜伽派的啊，这个纵观瑜伽派的这个开创者呢，就是我们这个今天所介绍的基敏伦次啊，就基敏伦次。所以这个呢啊，应该还有一些论次呢，就是认为这个所谓的这个开创者的话呢，就是应该是依靠这个自力，依靠自力，凭借佛陀的这个智慧，就是不依靠这个人的这种身份的教言，就是有这种说法，不依靠人的这个身份的教言。为什么呢？因为龙母菩萨也是是这个依靠文殊菩萨的教言来这个揭示佛陀的这个密意，就是如果说是以人的身份的上师的教言来这个揭示的话，那不算开创者，就是就是这个龙母菩萨也是依靠文殊菩萨的什么这个教言而揭示佛陀的这个密意。然后那个无著菩萨的话呢，也实际上是依靠这个弥勒菩萨的这个教养而揭示佛陀的这个密意。所以说呢就是他们认为这个不依靠人的这个身份的这个教养，凭借自己的这个智慧力，也有这种这个说法啊，就是也有这种说法。但不管怎么样，就是所谓的这个开创者的这个条件呢，应该这个清楚。不然的话呢，我们这个以后呢，就是在学了一个中观以后呢，我现在是什么什么开派住持啊，或者是我什么什么开创者，这是简直非常可笑的事情。就是第一个条件你见到真谛没有，第二个条件呢就是你凭自己的这个力量，就是不依靠这个人的身份的一些那个教言。不过我们有些人可能会说是不依靠人的身份的教言的可以，就是文殊菩萨昨天我的梦见已经来现前，就是给我开讲了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可能会这样说的。但是真的这个除了自己欺骗自己以外，就是所谓的真正的开创者这个创始者，这个呢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他这里呢就是说这个中观的这个目中观，也就是说秩序派和中观因此派还没有这个分解之前的话呢这个所谓的中观的这个开现者呢，就是是龙母菩萨，就是他的这个观点进行弘扬者呢，就是这个升天菩萨啊，就是升天菩萨。然后圆称论师的话呢，中观云称派的这个开创者，他的这个观点的话呢，就是后来的像那个吉天轮师然后这个等等，就是他们这个介绍。比如说圆称论师的话呢，他的前面虽然这个佛护轮师呢有这个一些这个介绍呢，这个中观云称派的观点，但是他呢，我刚才所说的那样，他并没有以这个非常丰富的教义来就是建立自己的宗派，驳斥对方的这个观点。所以呢，为什么佛护轮师不叫这个云称派的创始者，而圆称论师叫这个这个云称派的创始者的原因就在这里，就是他没有这个非常这个具足这个教理呢，就是进行这个驳斥，就是原因是在这里的。然后秦辩论师呢，就是为这个金部纵观的创始人，这个秦辩论师的话呢，他是两部这个纵观的创始人，一个是纵观秩序派的创始人，还有呢就是金部纵观的创始人，就是他应该说是两个这个他的名片上呢可以写两个。为什么刚才那个叫这个金部纵观呢？因为歪净这个承认，就是他这个歪净呢，就是根据那个他举证名言的时候呢，歪净是根据那个金部宗的这个观点，就是歪净这个承认的这种观点的前提下呢，他就进行了一宗派的。所以呢就叫做是秦辩论师呢，也是那个纵观秩序派的创始人，也是什么呢，就是金部纵观的这个创始人。然后这个吉敏伦师的话呢，就是他是纵观这个瑜伽宗的创始人就不叫那个他是纵观秩序派，虽然他是纵观秩序派，但是他的前面呢，已经这个清辩人士把这个宗派呢，已经这个开创完了，他的纵观秩序派的已经宗派已经建立完了，就是所以，当那个吉敏伦师他建立纵观瑜伽派的时候呢，纵观秩序派的这个观点，就是也就是说是他的这种宗派呢，早就已经这个建立了，就这样一来的话呢，这个吉敏伦师呢不叫这个纵观秩序派的这个创始人，只叫是纵观秩序派的一位论师就是他可以叫这个成员，就是不叫这个会长。也可以这样讲吧，今天讲到这里吧。所能得一贪嗔痴伽利那多那伊耶扎那巴悉揭伽那揭那摩迦巴遮顿措连卓阿卓阿修。Om Mandarangara Padma Sadardham